来感觉还是来个白毫禅寺，那些建筑蛮特别的，就是偏日式，它白了，一般黄宗教东西那个佛教黄色比较侪吧。嗯。紧接着这些白色建筑哎，对啊，看起来优雅。一栋住伫个，一间啊，一间寺庙住伫个高速公路边，国道三号高速公路边啊。经过拢会看到。系啊。好，来看下伊个高速公路的迄种视野。你到顶看袂，搁清澈啊。啊，伊遮有一个石像，大象。大象伊个象牙那六个象牙。这看下，看下敢有像迄种泰国的吗？我爱含伊，这嘛足特别呢。你落雨啊？落雨。敢是呢？哦，伊这是咧创啊？这刚刚咧顶悬咧拖物件，跟你顶悬当更神像吧？嗯。刚刚龙。龙，两只龙。好。哇，你看我这视野真赞！我疯了！我你看，我规个迄个厝拢伫遐，伊遐是当下遐敢较侪厝吼，是毋是？台中应该台中啊，遐是台中，哦，差足济呢，台中甲南投，遮拢几乎拢较我这边就较无厝啊，然后遮拢较乡下。遐有遐高楼大厦一堆啊！嗯。较久近一下。这国道三号啊。这个你咪当看夜景吧。这会啊，这暗时。拢有灯火啊。夜景应该真水啊。因为含山顶悬都拢有起厝啊，半山腰遐。好，今日咱伫摆内底参观。好，来，伊停车场只有。一个小木屋，天王殿。天王殿，你敢知影内底啥物？四大天王，啊，对对对，天王殿内底主，敢主要是讲弥勒佛。天王弥勒佛。天王弥勒佛，啊，即尊是迄个韦陀菩萨。圣守护神，嗯，天王殿，啥弥勒佛边啊，拢有迄种四大天王啊。即尊是广目天王，啊，即尊真长天王，哈，真长天王。就增长见闻啊，啊，广目就是爱看一看，真的看看。过来是弥勒菩萨，弥勒菩萨，来啦，你来家啦。啊，这尊是多闻天王。多闻跟广目是多一个多看，一个多听啊。多闻多听，少说。啊，多广目就是看嘛，就是多看，多看多听。啊，吃。好，过来边啊，持国天王。持国天王代表的是做好自己的本分。啊，多闻天王的是多听，啊，广目的是多看，啊，增长的是多增加自己的知识。欸，啊，不是，
韦陀菩萨，佮有边啊，佮有一尊迄落迦兰菩萨。听过《天龙八部》吗？有啊，演电视剧啊。天上有四大天王，他们是多闻广目增长，增长啊，增长噶持国天王，住在须弥山的半山腰。经过弥勒菩萨的心理建设的，是算给修起来了，算弥勒给修起来了，啊，就变四大天王，啊，就是持国的是代表做见本分的，啊，增长的是日益每天都要征求新的知识啦，啊，多闻噶多听，噶广目的是节多听节多看，嗯，啊，再来外口有迄、那个。六度很化解，六牙象、白象代表慈悲，啊，那右边有一个狮子，叫智慧狮，代表智慧啊。哦吼，再来搁看麦啊，好，来看麦伊的外口。哦，才有一个阶梯当落啊。好，咱来看伊外口左右的大象个狮子。我都有看到啊。哦，啊个啊对吼，啊是这个是大象啊。六牙，六个牙齿啊，就六牙，六牙。代表啥物？慈悲啊。慈悲。啊，另外这边讲狮子哦，看麦啊。哦，有啦。啊，狮子代表啥物？智慧啊。智慧。智慧狮。智慧狮。这皮干一斤，好，来再看麦啊。这是外口生的。哦，这真大呢。叫一个神钟啊。叫一个凉亭神钟。我这真正大呢。系啊。我那只啊。刚不叫大，啊叫介绍了，菩萨慈悲，阿弥陀佛。你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空中凉亭，是醒中的家，本是为庄严醒中，护持叩中发愿，故有后列几点提醒。醒中就是中面科文是地藏王菩萨的本愿经，铸造过程很辛苦，铸造过程艰辛。尽数调人命，乃成就。吸过来哦、喔，请中含生命意义，教育发愿叩中，慈仰悲心。所以叩中时，请务必将身心放软，用你的自身的心叩中，所发善愿当圆满。一旦改叩个算许愿吧。嗯。好。请中开放时间是农历初一十五才开放。黑月、白月啦。农历初一十五，好，来看麦啊。所以今麦无开放。农历八月，什么是黑月？今麦无开放，袂当弄，也是同款会当弄。但是迄拄啊看有，迄个哪会当？公开放的时间是初一十五啊。叩中发愿进行式，站在行中与大愿殿成一直线。三井里，我在顶头磕的第二地藏王菩萨这边本愿经。经文啊。这够爆过嘞！你看顶管拢有破气的痕迹呢。嗯。这毛介绍，佛说《阿含经》有名是。愿一切恶道或受诸苦之众生远离苦厄，欲汝凡欲破中，请合掌诵咏持节并鸣钟。应该是去紧到一间安尼一直线。你最多离制高点，点钟。
这当就系伊啊，伫遮会当互你乘凉、看风景。这就是咱在位啊，开起遐有一个观音嘛。观音殿。系啊。那有迄一间下边啊，开起一间啊。系啊。一新啊。下骹。一间边啊，一间。下骹一间，一间。这视野真好，风景真好。这暗时应该无开放，袂等下才看夜景。神钟，即摆应该是袂当龙吗？你讲初一十五就开放？嘿，但是即摆龙应该无啥物。菩萨。地藏王菩萨，地藏王菩萨，本愿经，杭州自养鸡场造重15000斤功力，1992年10月，这一个来就上过来。哦，这重位遐上怪哦，15000斤呢，万五斤，哦，15000公斤。嗯。10吨呢，好，来参观其他的所在。